梁文旭，分手费结一下。什么分手费啊？我做了校师师五年的替身，今天合约到期，咱们好聚好散。多加1000万，我要续约。谁要跟你继续玩过家家的游戏？永别了，梁文旭。杜叔，乔生呢？少爷，乔小姐一大早就收拾行李出去了。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乔生，就算把梁晨给我翻个底朝天，也要把他抓回来。是。终于恢复自由了，所以今晚放肆一把。啊，这回是乔小姐。不好意思，你认错人了。哎呀，别着急走嘛。梁少平时可是拿你宝贝的很，他怎么会允许你来这种地方？我跟梁文旭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让开。哎，要不做我的女人怎么样啊？少爷，我们的人查到了乔小姐去了蓝调 KTV， 她竟敢背着我去那种地方。乔生，你是不想活了吗？谁不知道齐少身边女人无数，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真的不想试试？齐少请自重，你再这样我就叫人了。没想到齐大少爷竟然也有被拒绝的，真是少见。算了吧，齐少，你动了他，梁文旭不会放过我的。你算什么东西啊？你只不过是梁文旭的玩物而已，他给你多少我给你双倍啊。哼，够不够啊？啊，你这种人的钱太脏，我不稀罕。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真以为我齐博是吃素的？啊，给兄弟几个玩一下，谁要是能把他征服了，我就把金明山房地产项目交给谁。干什么？你看你身材啊！别碰我！干什么？别碰我！干什么？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你干什么？走开！你没事吧？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给我干他！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给我干他！少，你没事吧？从今天起，梁氏集团所有的产业全面封杀他们。放开我！乔生，你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竟然敢逃跑。梁先生，刚才谢谢你救了我，但是我们的关系已经结束了。这些年我也攒够了给奶奶治病的钱，以后我就不奉陪了，再见。不许走。还有什么事？我要跟你续约。我拒绝。你刚刚得罪的是齐博，他可是出了名的恶兽，如果没有我的保护，你觉得你在梁城能混得下去吗？跟我续约是你唯一的选择。梁先生，你这么不想我离开，不会是假戏真做爱上我了吧？旭哥哥，他是谁？诗诗，你回来了。他是谁？
我和梁文旭不熟，你们聊吧，我先走了。正主终于回来了，你应该不会再纠缠我这个替身了吧？旭哥哥，我回来了，你不开心吗？你坐飞机肯定累坏了吧？我让杜叔送你回去休息。旭哥哥，我真的很想你，晚上我可以睡在你家吗？住在我家不太合适。旭哥哥，你以前从来没有对我这么冷漠过，你是不是还在怪我五年前为了出国留学把你抛下离开？我这次回来再也不走了，你原谅我好不好？你想多了。难道是因为刚刚那个女人？你和她到底什么关系？你知道我不喜欢别人过问我的事情。时间不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旭哥哥，旭哥哥，旭哥哥，梁文旭，我绝对不会让别人抢走你。在国外习惯吗？不习惯，伯母你都不知道，国外吃的都是牛排。那伯母给你做好吃的。嗯，早就想吃伯母做的红烧肉了。是吗？文旭，你来的正好，我已经和石石商量好了，明天就给你们订婚。订婚？啊，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怎么不跟我商量商量？你当年可是亲口说过，非石石不娶的。如今啊，石石终于回来了，你们俩也算是苦尽甘来，还不赶紧把婚事给办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妈，没得商量，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还惦记着那个狐狸精，你早点和石石结婚，妈才放心。你就是乔生吧？听说我不在的这五年是你一直照顾旭哥哥，夏小姐有话直说吧。我和旭哥哥就要订婚了，希望你能来参加我们订婚宴。嗯，夏小姐。今天梁文旭和别的女人订婚，很不甘心吧？宋少，我的事就不劳您费心。我们做个交易吧，我帮你夺回梁文旭，你做我的引线。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提议，可惜我不感兴趣。你怎么在这儿？是你的未婚妻让我来的，他说只要我参加你们的订婚宴就给我500万，谁会跟钱过不去？再说了，我跟你之间只有交易没有感情。没错，是我请乔小姐来的，我想她会为我们终于走到一起而高兴的。对，我祝你们百年好合。你跟宋子昂是什么关系啊？这还不明显吗？乔小姐这么快就找到别的男人了，真是厉害啊，你讨男人欢心应该很有一套吧？不愧是做那一行的。要不要姐姐我教教你啊，小心梁文旭被别的女人抢走。你旭哥哥，杰生，你真不要脸啊！是不是是个男人给你钱都可以睡你？梁文旭，你给我放尊重一点，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我想找谁是我的自由。你是我的女人，我不允许你跟别人拉拉扯扯。你有病吧？你都要订婚了还来纠缠我，难不成是要让我当你的小三？订婚的事情不是我说的。梁先生，快回去找你的白月光吧，一会儿他等急了。乔生，
谢谢。乔胜，我今天一定要让你当众出丑，身败名裂。夏小姐，我准备好了，人什么时候到？别急，马上。好。旭哥哥，你刚刚怎么丢下人家就走了呀？没什么。订婚仪式马上开始了，我去换衣服，你在这里等我哦。好。祝小姐，你没事吧？我有点不舒服，你能不能扶我到106房间？好的，谢谢。旭哥哥人呢？诗诗啊，订婚仪式这就开始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呀？文旭呢？伯母，旭哥哥可能去洗手间了，你喊人找他一下，我先上台。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和文旭的订婚宴，但没想到竟然有人在这么重要的场合乱搞，而且连农民工都下了去手。接下来我要播放一段视频，让大家一起看看他的真面目。这是什么呀？哎呦，哎，你看这样，哎呦，哎呀，哎，真的是，这种东西怎么拿在这里放？怎么会？乔生，他怎么了？他，这位小姐姐，她说有点不舒服，她想回房间休息。房卡给我，送她回去。真不让人省心啊！别走！你没事吧？好热，好热！是不是发烧了？乔生，我跟你没完，到底怎么回事？那个女人为什么没去你的房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不就是106吗？呀，这是901啊！好了，诗诗，你这个不孝子，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现在我们梁家沦为了全北城的笑柄，你开心了？妈，我会尽快找人把这件事情压下去。伯母，你别怪旭哥哥，我知道他肯定不是故意的。不要理的狐狸精，我打死你！妈，哎呀，他都把你和诗诗的订婚宴给毁了，你还护着他？他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我们梁家造的什么孽呀，沾上这么个晦气的东西，作孽作孽呀。伯母，哎，别生气了，气坏身体不值当。妈，这件事情肯定没这么简单，里面一定有蹊跷。没错，一定是有人故意陷害我。夏小姐，酒店的房间为什么会藏有摄像头？摄像头录到的画面还刚好被你直播出来，你说这是不是太凑巧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才是受害者。你是受害者，我才是受害者。我在酒店喝的酒里被人下了药，你煞费苦心就是为了毁我清誉。清誉？你这种女人还有脸说清誉？你就是一个小三，一个人尽可夫的女人。夏诗诗，够了，你什么时候说话变得这么难听了？我记忆当中的夏诗诗
不是这个样子。我露出真面目了吧？梁文旭，他可不是什么清纯小白花。小生你闭嘴，旭哥哥，你听我解释。订婚的事情就先取消吧。这个狐狸精有什么好？你妈，女人，你再敢勾引我的儿子，破坏我的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勾引你儿子，我才不稀罕。重生，不许去！你再去找这个狐狸精，我就跟你断绝母子关系。哼，梁文旭，最好别再让我看见你。乔生，明天有大客户要来，你的设计稿准备好了吗？幽门好像落在梁文旭家了。还好我钥匙还没扔，这个点梁文旭应该还没下班，速战速决。我记得我就放在这儿的，去哪儿了？旭哥哥，你在吗？走了。他竟然给梁文旭下药，难道梁文旭对他没感觉？旭哥哥，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不走啊！奇怪，旭哥哥不是有洁癖吗？东西怎么这么乱？这是什么？旭哥哥，你怎么在这儿？你回来了，我有事找你，但你没在，我就过来这边等你了。你有什么事就快说吧，我很忙的。不急，旭哥哥你累了吧，先喝点水。别喝呀，待会你们要是搞起来了我怎么办？我可不想看现场直播。我不渴。旭哥哥，你连我端的水都不肯喝，你是不是还在怪我？没有。那你就喝，你不喝就证明你没原谅我，你不原谅我，我会很伤心的。不要，我该不该出去阻止一下？但我这个身份好像又不太合适吧。不管了。夏诗诗，你到底来是跟我说事的，还是让我喝这杯水的？旭哥哥，你什么意思啊？你上次在订婚宴上给乔生杯子里放的东西，这次不会故技重施吧？梁文旭好像还挺聪明的。旭哥哥，你不相信我？有些事情我不想做得太绝，那是给你留点脸面。但不代表我傻。现在给我出去。雪哥哥，我实在没办法了。我不应该在车里，我应该在这儿。干什么？我真的很爱你。我这次回来发现你变了。你以前明明对我那么温柔体贴，现在却……出去，别再让我说第二次。你不会真的爱上乔生那个女人了吧？她明明只是我的替身，
你心里还是有我的，对不对？这次我才发现，乔生跟你一点都不像。没错，我怎么会和乔生那个女人一样呢？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不，乔生比你善良多了。什么？我没听错吧？我在梁文旭眼里是这样的。旭哥哥，你怎么能这么讲？你是不是还在怪我五年前抛弃你离开？我给你道歉好不好？旭哥哥。杜叔。少爷，把夏小姐请出去，以后我的房间不让任何外人进入。是，夏小姐请吧。哼。我的衣服烫好了吧？是，都放在衣柜里。嗨。你怎么在这儿？我回来找个东西，我马上就走。你怎么在这儿？我回来找个东西，我马上就走。你是在找这个吗？对，就是他。我的 U 盘。夏诗诗，你在干什么？旭哥哥，我不是故意的。你敢打我？你这么欠揍，你不该打吗？旭哥哥救我！乔生，闹够了没？梁文旭，我打他你心疼了？不是。你别解释了，钥匙还给你，以后我绝不会踏入这里半步。乔生，乔生，你闹过了吗？滚出去。旭哥哥。你闹过了吗？滚出去。旭哥哥。怎么办啊？我准备了半个月的设计稿。今晚不睡了，重做一份应该还来得及。查到那个女人的资料没有？夏小姐，我们查到乔生的，目前现在任职于夏氏集团设计部。夏氏集团？不就是我家公司吗？乔生，你的好日子到头了。乔生，都几点了还在睡？公司不是你家，今天的客户非常重要，要是出什么错，你吃不了兜着走。放心吧，李姐，我对我的设计稿非常有信心的。那还不快去准备？你想让领导等你啊？我这就去。得罪了夏氏集团，看你以后在公司还怎么混。乔小姐是吧？我们老板稍后就到，您可以先讲讲你的设计理念。好的。以上就是我的设计，谢谢大家。你的想法很有创意，我已经同步给我们老板，他会来亲自跟你谈合作。谢谢。慢着。这份设计稿是乔生偷的。这份设计稿是乔生偷的。夏诗诗，你别血口喷人，就算我们有私人恩怨，那你也不能在这种场合上面造谣吧。张副总你好，我是夏诗诗。原来是夏家千金啊。那你说这份稿子是乔小姐偷的，到底是怎么回事？乔生储存设计稿的 U 盘昨天弄坏了，没想到他为了不把合同搞砸，
竟然偷了我的设计稿。那这份设计稿是您的？没错。我的 U 盘是坏了，但我昨天晚上重做了一份，你们要是不信可以去查监控的。你别狡辩了，一晚上的时间怎么能重新做一份设计稿出来？监控有什么用？谁知道你是不是在演戏？我的设计都装在脑子里的，重做一份也不是什么难事。倒是夏小姐，你口口声声说我偷了你的设计稿，你有证据吗？我堂堂夏氏千金，在自己家的公司还会冤枉你不成？有证据是吗？我的 U 盘里有备份。还好让小雨偷偷拷贝了一份。张副总，这两份设计稿的内容一模一样。怎么会这样？我的设计稿从没给过别人。夏小姐，我们公司对待合作非常认真，麻烦你们下次审核清楚再与我们联系吧。张副总，实在不好意思，这次的事情我一定会让我爸好好处理的。我们走。等一下。老板，幕后竟然是梁文旭。这次的设计稿我非常满意，签合同吧。旭哥哥，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你一定知道这是我的设计稿，所以来帮我的，对不对？我确实知道是谁的设计稿。你过来。旭哥哥，你搞错了吧，设计稿是我的，要签字应该我签才对。是错了，是你错了。这份设计稿不是你的，是乔生的。在这半个月之内，我看到乔生每天晚上加班熬夜做设计，还加入了自己的灵感，绝对不会有错。旭哥哥，设计稿明明是我的，就算你对我有意见，也不能当着外人的面这么偏袒一个小三吧。说乔生插足梁先生和夏小姐的感情，还毁了他们订婚宴，看来是真的。哼，真是不要脸，小三就该死。你们知道什么？夏诗诗，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我跟你的感情早在五年前就没有了。要说这里有小三的话，那个人就是你。这份合同是乔生签的，我要知道你们在背后搞什么阴谋，抢功劳的话，绝对不会轻饶你们的。咱们走。哎呀，这可真不好玩了。这个，你看，看什么看？还想不想干了？你为了我和夏诗诗撕破脸，值得吗？你是我的女人，你说值不值得？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什么意思啊？当初我和你在一起只是为了钱，现在你的白月光回来了，你应该和他在一起，而不是继续纠缠我。再说了，你们豪门都要门当户对，我只是个普通人，我高攀不起，也不想和你们这些人有瓜葛。麻烦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哎，陈胜，这次你谈成了和梁氏的合同，可真是大功一件啊。到时候总监竞选，你一定能升职。这还真不好说，毕竟还有夏诗诗呢。宣布一件事，从今天起，我就是设计总监。
你们都得听我的。不是说公平竞选吗？快别说了，他可是董事长千金。我在国外深造五年，是米兰顶级服装设计学院的高材生，难道还不够格做你们的上司吗？不像有些人一辈子只能在底层挣扎。夏诗诗，你要这么说可就过分了，大家都是底层打工人，你要是瞧不起我们就自己去做光杆司令吧。你到我办公室来。给我倒杯茶。我的职责是设计，不是打杂。你的职责是听从领导安排，不想干了可以去辞职。不过我保证全凉城没有一家设计公司敢要你。对了，听说你奶奶生病花了不少钱，梁文旭给你的钱早晚会花光，到时你要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呢？夏诗诗，你别欺人太甚。我就欺负你怎么了？你在我的地盘抢我男人还有脸吗？我就是要慢慢折磨死你。哼。要不我还是辞职吧，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可就这么认输也太没面子了。喂，乔小姐吗？你现在奶奶突然病危，你有时间来医院一趟吗？我马上到。你怎么在这？医院也通知我了。你放心，我已经给奶奶找了最顶尖的心脑血管专家给她做手术，奶奶肯定没事的。谢谢。你手怎么回事？没什么。是不是夏诗诗又故意刁难你了？你来粮食工作吧，你想要什么职位我都可以帮你安排。梁先生，谢谢你的好意，但我不需要。医生，我奶奶怎么样了？病人现在已经度过危险期了，但是病情依旧比较严重，我的建议是保守治疗。乔生，你把奶奶接到我家吧，你可以住在我家，我会给你奶奶请最好的护工和家庭医生。不劳梁先生费心了，我一个人也可以照顾好奶奶。你别多想了，我不是拿奶奶要挟你的，以前是我不够好，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从今天开始我会在意你的想法。如果你介意的话，我可以搬出去住，我把别墅留给你和奶奶。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乔生，我们在一起五年，难道你还不明白吗？没关系，你现在不用回应我，我会等你想清楚的。不过现在奶奶健康最重要，如果你同意的话，我现在派人我来接奶奶回家。乔小姐，你可算回来了，少爷总算能睡个好觉了。他这几天都没睡好吗？是啊，少爷说你不在他身边他睡不着，吃药都不管用。人呢？在找我吗？我只是来看看你睡了没有。怎么，你要和我一起睡啊？求你了，今天晚上
就陪我睡一晚吧，我保证什么都不做。晚安。竟然真的就这么睡了一夜。乔小姐。杜叔，让他多睡一会儿，我先去上班了。生生，万真的服装设计大赛你报名了吗？那当然了，那可是所有设计师梦想中的荣誉殿堂，每五年才举办一次，机不可失啊。你生生的才华第一名不在话下，到时候可得请我们吃饭哦。嗯，好的。乔生，你的报名表被驳回了。乔生，你的报名表被驳回了。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万真的设计大赛只有全国前100强的设计公司才有资格参加，而且名额有限，我们公司谁能参加谁不能参加都是我这个总监说了算。夏诗诗，公司不是你一个人的，你不要太自私了。乔生，你怎么跟夏总监说话呢？夏总监，这次大赛只有两个名额，其中一个当然非您莫属，剩下这一个您看。这个问题确实要好好想想。这样吧，你们谁能让乔生给我跪下认错，我就把这个名额给谁。怎么？没人敢吗？身为设计师，你们应该知道，这次比赛对你们的重要性。只要在这次大赛打响名声，那你们的事业将会到达别人无法企及的高度，身价也会暴涨。夏总监，我来。小生，你就给夏总监服个软呗。要是过了奖，奖金我分你三成。那我是不是还要谢谢你？谢谢就不用了。那你就做梦去吧。乔生，你不要给脸不要脸，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小三还能继续在公司，多亏夏总监大度，还不赶紧跪下谢谢夏总监大恩大德。你要是再造谣，我就要追究到底了。乔生，要是没有旭哥哥护着你，你怎么会有报名资格？而且如果不是你拿身体勾引旭哥哥，他怎么会被你迷惑？我看啊，这个女人早就用这招钓过不少男人吧。听说连她奶奶的医药费都是靠睡男人赚的。一口一个男人，你是太缺男人了，嫉妒我是吧？夏总监，他打我。他打你，你就给我打回去，他要是敢还手，我就把他赶出公司。乔生，这就是你得罪我的下场。跟我斗？你确定？夏总监，你看他快反了天了。乔生，你尽管还手，只要你敢还手，我保证明天头条上全是你的新闻，到时候你臭名远扬。参不参加大赛不说，恐怕你连良辰都混不下去。乔生，你就赶紧给夏总监认个错吧。是啊，乔生，道个歉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事要是闹大了对谁都不好。给我打。这个破公司谁爱待谁待吧，老娘不奉陪了。站住，保安把他拦住。你要干什么？
你不是很厉害吗？接着狂啊！哼，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在下世跟我作对，就是自寻死路。现在，你们每个人给我排着队去扇乔生巴掌，谁打得用力，设计大赛的名额我就给谁。另外，一巴掌一万奖金。愣着干什么？去啊！住手！是谁挡的你？是你还是你们？不用你管。来人，把他们给我打到流血为止。打到流血为止。旭哥哥，这里可是夏氏集团，你不能这样。再说分明是那个女人先惹事的，她还要打我。你闹够了。旭哥哥，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乔生，乔生，乔生，乔生。梁文旭，自从你的白月光回来以后，我就没有发生过一件好事。对不起，我让你受委屈了。算我求你了，离我远一点。乔生，乔小姐，一个人。杜叔，你去帮我办件事情。听说你和梁文旭的感情不太顺利啊。宋少说笑了，我跟他之间本来就没有感情。你在嘴硬，我看得出来。宋少要是没事，我就先走了。哎，等等。我知道夏诗诗刁难你，不让你参加万真设计大赛。你来我公司吧，我可以帮你。宋少这么好心，是想让我帮你对付梁文旭吧？不好意思，你找别人吧。我就不能是单纯的想追求你吗？我是万真服装设计大赛的工作人员。什么？我报名成功了？难道是宋总？喂，宋少，是你帮我报名的设计大赛吗？没想到你还挺迅速的嘛，谢谢你了。好，不用谢，小事一桩。那明天你能来我公司上班了吧？那当然了，不过我要先说好，我只是为了比赛，不是因为别的理由。我知道，那明天见吧。明天见。少爷，乔小姐还没入职呢，按理说我们公司是没办法给她报名的。管她呢，既能博得美人一笑，那我干嘛不顺水推舟呢？乔生回来了吗？回来了，少爷。我交代你的事情办好了吗？办好了。乔小姐已经成功报名万真设计大赛了。那就好，希望她能开心一点。少爷，你这么用心良苦，得让乔小姐知道啊。算了吧，她现在应该不想见我。林文旭不在吧？昨天我念书，在今天多尴尬呀。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你这走路怎么没声音呢？过来吃早餐吧。我不吃了，我上班要迟到了。上班？你不是从夏氏离职了吗？嗯，
从今天起，我入职宋氏了。宋子昂的公司，他不是什么好人，你最好离他远一点。我心里有数。先吃早餐吧，等一会儿我亲自送你过去。不用了。听话。昨天是我没控制好情绪，那件事不该怪你的，你别放在心上。没关系，仔细想一想，我确实亏欠你很多。我没听错吧？梁先生竟然跟我低头认错了。赶紧吃吧。这是鲜花配美人，乔小姐这样的美女，只有兼具风情与高傲的卡罗拉红玫瑰才能配得上你。和梁文旭在一起五年，他从来没送过我花。宋少，这么做不合适吧？宋少，这么做不合适吧？哪里不合适了？乔小姐现在是单身，我有权利追求她。那就不劳宋少你费心了。我听说梁总和夏家他有婚约在旁，吃着碗里的还站着锅里的，这才不太合适吧？那也不比宋少你，自己玩过的女人都数不清楚，你像一个花孔雀一样到处开屏，不行累没你。那什么，我先去上班了。生生是我的，你别白费力气了。你的，他自己承认了吗？倒是梁总自作多情，在他心里你只是把他当成替身，当成工具，他凭什么会爱上你？那就不劳你费心了。那我们就公平竞争吧，看看到底谁能俘获他的心。难道真的是我做得不够好？杜叔，你说女孩子到底喜欢什么东西啊？玫瑰花还是名牌包包？少爷，这是想讨乔小姐的欢心吗？没有，就是随口问一问。没有哪个女人是不喜欢花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心意。玫瑰花宋子昂已经送过了，包包我也没少给他买。少爷，女人都喜欢浪漫，或许啊，您可以带乔小姐去约会。有了。搞什么啊？怎么不开灯？生生，我爱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我对你是真心的，无关什么替身，无关任何人，我只想和你在一起。梁文旭，你发烧了吧？你没发烧吧？没有啊。那你就是鬼上身了？你不喜欢我这个惊喜是不是？对嘛，这才是你。你别这样，我害怕。生生，这是我第一次追人，我知道我没有宋子昂那样会讨女人喜欢，我也知道现在对你表白有点晚了，但是我对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内心的，你就原谅我好不好？再给我一次机会。你这都谁教你的呀？土里土气的。你不喜欢我现在就去换。哎，我还没说完呢。梁先生，我现在不是谁的替身了吧？不是，你就是你，我爱的从来都是你。那夏诗诗呢？我跟她就是一起从小长到大的，我把友情当成了爱情。至于夏家的婚约，我会解决的。
那我们狐狸精，狐狸精，妈，你怎么来了？再不来，你是不是就将梁家拱手送给别人了？哎，我不就是去旅游了几天吗？你就给我来这个金屋藏娇的把戏？要不是诗诗通风报信，我还忙在谷里，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妈吗？妈，我都是成年人了，我有自由恋爱的权利。好，翅膀硬了是吧？不要我这个妈了，我现在就走，你现在就去下面找你爸，你爸要是还在也要被你活活气死了。妈，你冷静点。今天我和他你只能选一个，要么他滚，要么我死。妈，你为什么对乔生这么大的敌意？他到底哪里不好了？他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你处处护着他，他就是一个到处和男人乱搞的女人，狐狸精，他就是想骗光我们梁家的家产，你怎么还不明白呀你？妈，你这些都是听谁说的？伯母，你我都是女人，你为什么要平白无故的羞辱我，造谣我？伯母，你我都是女人，你为什么要这么平白无故的陷害我？你是不是太过分了？你看他，他还顶嘴，你放着诗诗那么好的女孩不要，非要和他搞在一起，你丢不丢我们梁家的脸？伯母，您要是觉得夏诗诗是好女孩，那就让她当你的儿媳吧，我对你们梁家没有半点兴趣。你敢骂我？我哎呀，妈，妈，妈，钟叔，快叫救护车！是少爷。妈，你没事吧？跟我斗。妈，你没事吧？我没有用力。什么都别说了，你先回去吧。妈。医生，我妈她怎么样？老实说，你母亲的身体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头部也没有受伤，就是肝火有些旺盛，平时要注意多休息就好。好，辛苦了。不辛苦。伯母怎么样了？我听说是乔生害伯母住院的，他也太没有分寸了，怎么能对你亲生母亲动手呢？我妈她没事。怎么可能没事？伯母到现在都没醒。雪哥哥，你这次可千万不能轻饶了乔生，必须追究他的法律责任。我怎么感觉你更希望我妈妈她有事？怎么会呢？伯母，你没事吧？感觉怎么样？哎呦，头疼。妈，你别装了，医生说你根本就没有受伤。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哎呦，晕呐。就是啊，旭哥哥，你为了那个女人，连伯母都不管不顾了。那行，我就让医生再过来给她检查一遍身体。不用了，我休息一下就好了。都怪乔生那个女人，真是晦气，谁沾上她谁倒霉。没错，她还把她奶奶带到梁家来，得赶紧让老杜把这个老不死的赶出去，我们梁家的气运都被她吸光了，再也不能叫她跨进梁家一步。有时候我真的很好奇，你们的脸皮怎么这么厚？明明是你们一直在刁难乔生，却把所有的错都归结到他身上，你们当我傻吗？你这个不孝子，你想气死我呀你！哎呦，妈，您生我、养我，我很感激你，但是不代表我任由你摆布，一个像你们一样颠倒是非、自私自利。如果执意你要这样的话，那我宁愿没有出生在梁家。
伯母，你先消消气。我相信雪哥哥只是一时糊涂，只要乔生那个女人彻底消失，他一定会想明白的。杜叔，乔生回去没有？回来过，乔小姐来把她的奶奶接走了，行李也都搬走了。宋少，谢谢你帮我安置奶奶，还帮我找到了新的住处。以后不许跟我客气，马上就是世界大赛了，你安心准备，我会让人照顾好奶奶的。嗯。哟，梁总，在我宋氏集团楼下都3天了，不知道的还以为宋氏集团被你收购了。不用你管，不用你管。梁总，女人是需要哄的，你要是真喜欢乔生，就应该当面告诉他，躲在后面像个缩头乌龟一样。你算什么男人？上次你失了手，这次绝不能再出什么错。放心吧，夏小姐。乔生，你完了。这次我不仅要让你受尽折磨，还要让你错过射击大赛。你就等着悔恨终身吧。哼。奇怪了，这是乔生回家的必经之路，怎么这么久了看不到他的人呢？乔生的包跑了。杜叔，帮我查一下新明路口的监控。快！这脸蛋，这身材。你是谁？我是谁？我是能让你爽的男人。啊，走开。小美人，你别过来，你是跑不了的。啊，这死女人，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疯婊子，敬酒不吃吃罚酒，让你知道我的厉害。你要干什么？你跟我喝的是什么？什么？一点助兴而已。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是犯法的？我就是法。住手！梁少，梁少，饶了我！你少爷，再这样打下去要出人命的。你先看看乔小姐。接下来怎么做？不用我说了吧？是，少爷。
该死，竟然给生生下药。好热。宝贝，睡一觉明天就好了。生生，知道我是谁吗？我好难受。傻瓜，我是你老公。天哪，我昨晚都干了什么？不行，趁他还没睡醒，我得赶紧走。你干嘛？用完就走。哪有？你说我救了你，都没有报酬吗？你要什么？我要你做我女朋友。你妈不会同意的。那天晚上的事情我已经调查清楚了，是我妈故意装晕倒，为了逼走你。你放心，如果她以后再敢欺负你，我就带你离家出走。坏了，射击大赛！要是错过了，我会后悔一辈子的。还有半个小时呢，我送你过去。下一个就是乔生了。他怎么还没来？哼！加油！加油！让我们有请十号选手，梁氏集团的乔生小姐。乔生小姐在吗？不用等了，我看她是不会来了，还是别浪费大家时间，快点下一个吧。好，那让我们有请十一号选手，夏氏集团的夏诗诗小姐。等一等，十号，我是十号乔生，你怎么？既然乔生小姐及时赶到，那就请您上台说一下您的设计理念吧。各位评委好，我叫乔生。各位评委好，我叫乔生，来自宋氏集团。这是我本次设计的图纸。以上就是我的设计，感谢各位评委的耐心聆听。乔生，你怎么会来参加比赛？你昨晚明明昨晚你是不是又去勾引旭哥哥了？不然你怎么会有报名资格？夏诗诗，不是谁都离不开你的旭哥哥的好吗？替身没资格讲话。谁说替身就不能上位了？乔生，就算你来参加又怎样？你也肯定拿不到奖。谢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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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次设计的裙子，灵感还是来自于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是吗？老公，你来接我了。乔生，你干什么？干嘛？你还护着他？你说过会娶我的，你都忘了吗？当初是你抛弃了我。现在你又后悔回来，夏诗诗，你别这么任性嘛！我错了，谢哥哥。自从我遇到乔生之后，我才真正明白什么是爱。对于你来说，我们俩只是一起长大的友谊。所有人都说你是我的妻子，但我知道这并不是爱。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你还没消气对不对？松手！谢哥哥。我
我是不会让你抢走旭哥哥的。石胜，你刚刚是认真的吗？我刚才只是为了气下石胜而已，你别当真。我不管，我认真了。你干什么啊？这好多人呢。我就是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的。对了，这次射击大赛是你帮我报的名？是。那你怎么不告诉我呢？我还以为是送葬呢。你知道我不善于表达，我只会用行动告诉你，我有多爱你。喂，文旭，你快来医院，诗诗她自杀了。什么？怎么了？出了点意外的事情，你先回家吧，我一会儿就回来。嗯，旭哥哥，你来了。你有必要闹到这样的地步吗？文旭，你怎么说话呢？诗诗她可是差一点没抢救过来呀，她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我又没拿着刀逼着他自杀，怎么说是为了我？你伯母，你别生气，我没事的。既然没有生命危险，那我就先走了。就是你把我女儿弄成这样子的。老夏，你先别激动啊。夏伯父，既然你把所有的责任都归结到我身上，那我也无话可说。夏诗诗所有的医药费都由我承担，这样总可以了吧？我夏家想缺少了点钱吗？你要是真的感觉愧疚，去把诗诗娶回家。抱歉了，我已经有女朋友了，除了娶夏诗诗之外，我愿意补偿一切。又是乔生那个晦气的女人，我不同意，我们梁家的儿媳必须是诗诗。你现在必须马上和乔生撇清一切关系，再也不许他出现在我的面前，否则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妈，你有必要这样吗？不管你怎么说，我心意已决，如果你再逼我的话，我带乔生永远的离开梁城。你这个不孝子。哎，我管不了你了是吧？你是想把我气死啊你。医生。哎呦，伯母，给我妈妈做一个全身的体检，让她在医院住上一段时间，没有什么事的话就不要离开了。你怎么来了？祝贺你圆满完成射击大赛。谢谢，花我就不收了，我现在有男朋友了。男朋友？是梁文旭。为什么？我到底哪里不如他？宋少，当初不是你帮我报名的设计大赛吧？你都知道了。我以为我的助理已经处理了这件事情，后来才发现晚了一步。单凭这一点，梁文旭就比你真诚。我承认，一开始我就是为了让梁文旭不爽，才可以接近你。但后来，我是真的喜欢上你了。你会遇到更合适的人，但那个人不是我。没关系，我们还可以做朋友吗？当然。对了，过两天出比赛结果，有信心拿第一吗？但愿吧。爸，现在怎么办呀？你帮我想想办法，我一定要嫁给旭哥哥。梁文旭有什么好的？你一个女孩子家家还死皮赖脸倒贴人家，你嫌不嫌丢人？我不管，你要帮我，你不帮我，我就告诉梁文旭，当年是你杀了他的。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试试。
嘴再乱说，你的命谁也保不住。不会了，我不会乱说了。梁文旭不是你逼我的。接下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本届万珍服饰设计大赛第一名乔生小姐。大家好，我是乔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有一位神秘嘉宾啊，要为我们的乔生小姐献上一束鲜花。神秘嘉宾？美丽的乔生小姐，恭喜你，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大功告成，等阿旭回来给他一个惊喜。要不是看在文旭的面上，我才不让你住进梁家呢。伯母，你刚从医院回来，还是不要再大动肝火了。阿旭，阿旭，老实点。等梁文旭回来，我让你们一家共赴黄泉。别杀我，我可以给你们钱，你想要多少？我们现在只想要你们的命。你们究竟是谁派来的？是不是夏诗诗？你们尽管冲我来，别伤害伯母。你要干什么？本来还想让你多活几分钟，现在看来不能留你了。你要干什么？本来还想让你多活几分钟，现在看来不能留你了。伯母，快跑！文旭，文旭，快去救乔生，快！这怎么办啊？跑啊！师生，你没事吧？都说，快叫救护车！是，少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竟然全部被抓了！顾振东，你们干什么？放开我！乔生，你醒醒，我不能没有你。乔生，你一定要平安呀。妈，你接受乔生了？之前是我犯蠢，处处针对他，没想到危急关头他救了我的命，是我对不起他呀。谁？乔生，来，快！乔生，我好害怕失去你。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夏明被抓了，夏诗诗也去自首，供出了他所有的罪行。夏明还说，他八年前杀了我爸，没有想到他藏得这么深。你还好吗？都过去了。从今天开始，我只想跟你好好的在一起。
出院了，我都快憋死了。可是我总担心你的伤还没好全，要不然咱们再去问一下医生吧。哎呀，不要，你看我真的好了。我不信，除非你亲我一口。阿旭，我发现你变了，你之前脸臭的跟谁欠你钱似的，现在怎么？我怎么了？有点不要脸。那是因为我知道我要跟你过一辈子。乔生，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乔生同意嫁给我了，乔生同意嫁给我了。阿旭头晕了，放下来。乔生，我爱你。我也是。